劉生啊，你好啊。你好。今天呢在這裡遇到你非常開心。今天為什麼你會來到這裡呢？今天被你2125這個團隊邀請來參加他們的社區活動的。你嚟担任咩角色咧？今日好，本身咧我系担任呢个主礼嘉宾啦，同埋咧嚟去参与佢呢个活动嘅。嗯，咁有咩感受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？啊，咁非常之感动嘅。其实咧，我哋中心里边咧，佢一班嘅团队咧，佢哋咧除咗去成就自己之外咧，佢哋为个社会里边做出个贡献嘅。咁而家佢哋體驗咗呢個貢獻咧，就其實去成就身邊嘅人啦，為個社會裏邊咧係共融啊、有愛啊咁樣樣。咁所以呢個對佢哋所創造嘅嘢咧，非常之感動啊。嗯，咁其實今日咧，喺我哋面前咧好多啲福袋喎。咁你有冇支持下呢個福袋嘅活動啊？派下或者點樣噶？我好多時候咧，咁我佢哋有好多畢業生一齊做緊嘅，其實咁呢個福袋嚟講咧，有時候我都會排嘅。咁其實喺好多時候我哋有唔同嘅團隊咧，佢哋係排到里程一驗啫。我哋中心嘅第125支團隊嚟嘅，咁前面裏邊有唔同嘅服務啦，咁樣樣我哋曾經喺疫情期間咧都派過口罩啊，咁啊上樓派口罩咁樣嘅。希望呢啲活動咧，我一路都會有支持啦。咁希望香港咧就快快脆脆，唔使戴口罩啦，開開心心大家生活好嘛？係啦，希望香港所有人咧能夠咧好健康愉快咁生活啦。OK，thank you。多謝你。